兄姊妹，心灵寄语今日的主题就是主就是清晨的日光。路加福音第一章提到，主是那个清晨的日光，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带给我们盼望，亦都照亮我们的人生。我们从前是坐在死荫黑暗当中，但今日好宝贵，我们已经进入奇妙的光明里面，充满盼望。世人的盼望很多都是泡沫盼望，很快会破灭，但我们得着的是可跨永恒荣耀的盼望。雅歌第六章就是讲到我们荣耀的改变，我们似主亦都好像神光一样。我再睇呢个路加福音第一章，呢时间睇咧好宝贵啊！你撒加利亚约翰嘅父亲，佢被圣充满，佢讲啲预言啊，好宝贵嗰段，即系第一章嬲尾嗰度，罗七节一路去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真是太宝贵了，我神怜悯的心肠，他差他爱子啦，叫清晨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。主从高天他说我们降世成为人，他就好像清晨日光这样来到这世界，带给世界盼望，带给你和我盼望，照亮了你和我的心，继续照亮，佢是大光，佢是世界的光，清晨的光，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只有冇盼望，黑暗死荫里边的人。咁以前我未信主，觉得只系喺度摸索同埋啦。咁信主之后，真系入到奇妙的光明里边，咁冇盼望，坐喺黑暗到死荫中，已经去到一路啦。呢啲系冇盼望的境地里边啦，点啊？使我哋充满盼望，将脚引到平安嘅路上，佢咁改变咗我哋，反而使我哋都成为神光。佢系嗰咁哇清晨日光，佢出现确系神光，都使我咧出现啲神光嘅样，真系太宝贵。嗱，我俾佢影响，我睇到佢荣耀啦，我变成佢形象，我帮佢接触亲近，佢变化我哋。相似佢都充满信心盼望，因为佢就是我哋嗰个信望爱最最荣耀、最最宝贵嘅对象。我系向着佢活着，帮佢同活，啊，俾佢变化，而且充满着信望同爱嘅人生，就似佢人生。呢个就系神嘅意思，佢使我哋咧效法佢儿子嘅模样。我觉得好宝贵啊，因为未信主，个个都系冇盼望，即系有盼望都系泡沫嚟噶。我哋可跨嘅盼望。绝对真实嘅，但系佢哋呢个可以话泡沫盼望，最后都系爆嘅。咁有啲人冇盼望，嗱咁喺香港而家咧，好多嘢都变咗，都唔知前面点，缺少盼望。嗱，但系我哋乜嘢有你点，我都系充满盼望。而且你讲冇盼望，我讲系时机嚟噶，佢万事都合力噶嘛，有住几好啦。但系佢随时扭转，乜嘢都得噶。君王嘅心都喺手中，好似笼沟嘅水，知唔知？几唔好贵啦！死嗰种复活冇都边样有？佢创造世界可以，你有冇盼望？阿伯所信嘅就系使死人复活，使冇边样有嘅神。弟兄所信嘅都系使死人复活，使冇边样有嘅神。你都系，你有冇盼望？喺佢冇自警啊，就系枯死嗰啲可以有咁厉害嘅花，你估唔到。你早几日完全空框框、光秃秃，我说，跟住之后哇，冇乜嘢哇！真系假噶？啊，真我主复活多几日就复啦，佢花咗几日就唔痛晒，就冇事。佢都做啲嘢，而喺佢就系死复嗰段时间发生噶嘛。嗱，佢都做啲嘢咧，俾你睇下。啊，蝴蝶咧都系当春天嗰时嗰啲毛虫，你变下蝴蝶俾睇。你会睇佢毛虫啊？呢个人真系好睇个样，好衰哦，好贼哦。所以主可变得好犀利噶嘛？
充满盼望。啊，第六章第十节，那向我观看，如神光发现，美丽如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？大宝贵，向我观看，如神光发现，美丽如亮，皎洁一头，就威武而展开旌旗军队啊！即系改变我太厉害。那向外观看于新光发现，美丽如月，皎洁如日。威武于军队的是谁呢？他改变我像这样，感谢主。Who is she? Who looks for faster morning? Fair as the moon.Clear as the sun, awesome as an army with banners. Oh, he has changed me like that.